你好，我叫程子欣，今天我是第一日来到法医科报道。哇，不是那么猛啊！一个菜鸟法医，一个警界黑仔王，强强相遇。做什么来的高 Sir？ 警察和法医是好朋友来的嘛。又要我帮你？我升不升得成靠你的。夫妇得正，共同抽丝剥茧，将真相一个个解剖还原，只为一个崇高使命。他不是被人家暴打死，但他的死因很可能都关家暴事。家暴关你差事咩？你是法医，只是找出个死因，其他事警方会做的。我是想帮死者完成遗愿咋？你是法医，你不是入殓师啊！唔该，你做翻你法医应该做嘅嘢啦，唔好喺度多管闲事得唔得啊？只要有质疑，我哋法医都唔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如果系质疑系错咧，你会俾人问责噶。但面对职场规矩，新手法医能否继续坚持初心，为死者发声？死有对。